以目前这样的状态看起来，真的是不能要求他太多，怕他后面骑不完啊。哦，我已经快累死了。我出发前还想他叫他不要死。好痛，好痛。没错，我们现在就是来装备检查一下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就是带了哪些装备。好，从一个一个检查好了。车友，自行车，最重要的自行车。嗯，你的自行车有带吗？还收在楼下，还没拿上来。还在运送中。对。好了，自行车最重要的就是我这次也是用我的斯特拉战驹，安全性非常重要，安全帽、帽贴也都准备好了。我明天的号码1123，0613，我生日，记得那天送我礼物啊。哎，这也是我生日哎，怎么那么刚好？故意指定的、啊。好，看连演都不想演。好，下一个，这是我的墨镜。明天因为我今天走的是一个海洋色系，所以我完全就是一个蓝搭配，蓝色、蓝色、蓝色，连墨镜也都是蓝色，这是全套的。我这次也是用了我们车队的车衣 DHRC， 全蓝的。哎呦，以前老师都说，只要复制成功模式就可以，就可以达到一样效果。所以你上次穿、這個、我穿百 K 就是穿毛咪啊，对啊，所以。猫咪是什么？猫咪，猫咪系列。所以我全套蓝之外，下一个卡鞋很重要，因为比赛还是要讲求效率。嗯，哎，还是在上跑鞋。哦，我不敢上卡，我怕有什么意外，来不及反应。所以你这个也算是复制你的那个成功的模式。成功模式，成功模式的下一个，因为明天要骑100公里，我这就是一个那个坐垫包，里面已经装满了我的战备存粮。有没有看到满满的果胶啊？吃的胶在上车表，因为明天要骑107公里，车表很重要，然后监控心率，所以也是非常重要。你这次有吗？这次我有，这次有准备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这次、如果骑车在关门时间内没有回来，直接收回，一定拿得到的，直接收回，好不好？最后一个最重要的秘密武器，哎呦，你也有，嗯，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部秘密武器是什么？蓝盾骑士的深坡极限冲锋袜。蓝盾骑士深坡极限冲锋袜，前后跟太空气垫吸震，减轻重量，重点是护住足底，抗震舒缓，耐磨耐穿。主被蜂巢状导气网，蜂巢式结构，足底湿闷热气向上导出。360度环状深坡压力包覆渐进式环状弹力圈，给予足弓小腿适度加压。独创梯形导汗线设计，引导水汽快速蒸发速干。菱格铠甲 3D 无线 Y 型加压结构，完整包覆均匀加压，重力缓冲避免扭伤。耶、yeah! ！看我们后面人山人海，我们来到彰化经典百 K， 这里是验收之后的第一场百 K 赛事，有没有很期待？超期待！等一下的路线啊，上上下下一路的变化，我觉得非常多变。然后我们现在在所有赛事最前面，你看后面，有没有看到后面那个排队排到后两个接口去？总共5000多个人参加这场赛事。等一下出发、啊、可能会超级快，所以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你可以安全完赛就好。来，在关门前，关门前好不好？好了，那我们就准备开始。出发了，看看我们冯迪索，现在出发之后，马上跟前面脱节了，看不到人群了。看前面都好快哦，没关系啊，从我们旁边刷过去。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在关门前完赛。以现在这速度，应该不会被关门，应该不会被关门。应该不会。那我们就保持这样的节奏，一出发，虽然大家很快，但我们踩自己的节奏啊。好，今天天气算还蛮舒适的，希望后面不要变太热。凉凉的，没错。维持这样的踩踏节奏就好。好的。跟近一点，比较不会风太大。准备迎接我们第一座上桥了。看到现在太阳缓缓升起的画面，多漂亮！要上桥了。
保持脚的节奏，开始可以准备退档，脚变动就退档，右手大支的，好，下坡了，可以开始进档了，右手大小支的。骑了12.35公里、啊，大概过了1/4，哎、欸，五分之一，1/4，没错。因为刚刚大家前面集团拉扯比较快，后面有慢慢回到我们的节奏上，嗯、啊，大概就用这样的节奏就好。好的，对，现在均速大概都还有30出头，但因为刚刚都平路或稍微下坡，嗯、啊，后面会稍微比较辛苦一点，对，调整一下，你也不要太喘，一下太快这样。好。以目前这样的状态看起来，真的是不能要求他太多，怕他后面骑不完啊。因为上一次后面的经验超热，我觉得他很有机会会爆掉的状态。前面应该准备上山了吧？我记得。现在已经骑了19K， 已经过了第一个补给站了。现在时间大概37分钟，所以我们均速其实还压在30内。但是因为等一下这边过去就开始第一个挑战了。这个坡我记得持续大概有4到5公里左右，4到5公里，所以有点辛苦。而且你看一下，周边已经没有车友了。我们出去是5000人的赛事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点落在后半段。而且你刚刚是第一排出去的。对，我们是海岸第一排。我们直接被4900个人超过了，现在身边大概剩不到100人左右。已经最后了吗？最后了，已经最后了。我们等一下会被7点出发的追上，那代表我们真的太慢了。你喝完吗？走啊！上坡挑战来咯，总共3座的第一座。有阵子差不多刚开始拿到车的时候，每天早上都骑车在这样的坡度吧。退档退档，脚太重了，右脚右手，再退一次，开始有点喘了。好，维持这样就好。好，上坡路段已经过了大概一半了，刚22，现在24K，总共才4公里多而已，所以基本上上坡已经剩一半，等一下就开始下滑了，就舒服一点，调整一下。哦，我已经快累死了。我刚刚中间直接讲不出话，就让他一直跟我聊天。我觉得今天他的表现还算不错，因为第一座上坡的挑战是连续上停上停，我记得连续4次上坡，他到最后一次才被我推，因为我觉得他很想要坚持自己踩，可是我一直在观察他已经真的讲不出话的时候，我才帮他推，因为我很怕他就是还可以的状态，就我推他就说要推啦。所以我刚刚到最后一个桥才推，我觉得他今次的表现还不错，但是还有2座上坡，所以他到桥上就跟我说要休息了，他直接跟我说不行哦，太喘了，太喘了。
始有力喽。目前吃完果胶，刚出发大概29K，看起来有稍微回血一点。这段上上下下的丘陵，也可能没有太阳啊，它核心温度比较低一点，还 OK。好了，不要太慢，会挡到后面的人。火胶开始有点力气哦，吹得动了，刚刚都没有力。怎么用力都没有进展的感觉，这里比较凉一点，就比较没那么累，也不会那么喘，所以抬起来比较有力，可以追赶一点进度了。40公里了，已经过了，应该是快一半了，差不多三分之一有。53才是一半。53啊、哦？嗯。那三分之一有吧？超过三分之一了。超过了。现在就是一持续上，后面就舒服了，后面就开始下坡了。而且这边的上坡还算和缓，就是大概4到5坡，4到5趴。4到5波。没有到非常陡。我们现在第二站休息点已经来到凤山寺了。凤山寺这边只要不要停休息点，不像刚排队，你看那边超级多人，人全部在这。我们已经在这边小试一下，就准备出发了。好，这个已经是第二个坡顶了，等一下下坡一段，正最后一座山了。真的、哦？里程已经骑了42公里，这是没有骗你啊，真的真的快没了，赶快骑脚。我那个胯下已经麻掉了。好啊，干杯啊！对啊。我们现在已经骑到凤山寺了。骑到凤山寺的这边，太舒服了吧！竟然还可以这边吃个早餐。我骑了美利达经典百 K 3年，终于今年圆梦，就可以坐在凤山寺吃个早餐。我以为你是3年都有停下来，没有，还 OK 啊。之前都有认真骑，然后今天想说休闲骑一下，时间还可以，一定可以的啦。对对对，红地锁在哪里？就这样，还在吃东西休息。哦。我想说，我出发前还呛他，叫他不要输我。然后我自己坐在这边吃早餐。我们没有什么空间可以休息，因为他实在上坡太慢了。真的哈、哦。对，他只要上坡就接近用牵车的速度。哦天哪。对，好、哦。没错，所以我们准备继续出发。好，你们加油！我等一下吃完早餐追上坡。大家就会追上了。大腿抽筋，啊！哦哦，啊！怎么揪起来？好痛哦！我刚刚骑上来的时候就觉得有点不妙，开始紧紧的，然后，一啊啊！哈哈哈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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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哈哈让车子你赶快走好了啦，你不要等哇，你会来不及啊！好痛，好痛啊！
现在已经里程48公里，好像刚入没多久，才刚离开凤山市一下，马上又停下来，因为我们的天母逢低锁刚抽筋了，所以我决定在现在开始我要抛弃它了，接下来就要靠自己努力了。我们等一下终点见了啦，拜拜，终点见了，你赶快去拍照啊，不要在关门前没有回来，不会，我就没办法录影了，好不好？拜拜啊，拜拜。剩下我一个人鏖战最后60公里，杨哲要赶回去拍照了，我自己想办法安全完赛就好了，抽筋 again。伙伴帮我买一些拔罐跟那个运动饮料，我觉得效果不错，不会有刚刚那种要抽要抽的感觉，开始有比较舒缓了，所以现在可以放心的下坡，希望可以这样子保持这样的速度，可以到终点平安完赛啊。93公里，休息一下，拿了一罐核桃奶香蕉，剩下最后15公里了。最后这段非常难骑，要自己独推，看逢低锁有点辛苦了，因为这一段都是直线，但我已经把时间追回来了，现在才4个小时，骑92K， 如果按照他的速度应该刚好5个多小时才会到，先吃一下。吃完补给继续出发，最后15公里，目前4小时04分，来得及来得及，赶快回去终点。还记得我之前还是驾驶兵的时候，其实这里啊真的是一直看不到终点的感觉，然后很枯燥，眼睛很干，然后会觉得快要睡着了，然后现在骑自行车一定速度没有摩托车那么快嘛，还好我觉得这里要坚持下去，要多出一点速度出来，超过一些人才可以。眼睛流汗进去了，好，这里要加速了。但最后这一段路几乎都是有红绿灯，而且车比较多，所以速度可能也没办法骑太快，我们就顺顺的往终点回去，来得及在11点前到。5个小时了，只剩最后11公里了，应该不会被关门吧？可是眼前要上一个长坡，我开始大腿又隐隐的有抽筋的感觉，我真的有点害怕。希望等下上去，我就会放轻一点，
脚不会出那么多力，应该就不会那么容易抽筋了。刚休息的时候有多喝点运动饮料，这样可以多补充一点电解质啊。啊，骑到快气消了。剩下最后一公里了，应该是确定不会被关了啦，我可以放心回去交代，不会被导演骂了。至少是一个有很确实的那个成绩证明的一场超过100K 的赛事，也是我人生的第二个里程碑了。这次那个赞助的干爹啊，还有那个品牌理念让人接近嘛，就是坚持到底有不放弃的精神，就跟蓝盾骑士一样，一路上就是呵护我的脚掌。各位观众，即将抵达了，看到终点拱门了，要到了，要到了。快到终点了！哦，还有漂亮，对不对？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！等太久了，高啊！对，我高啊！对对对对对！哎，我没有手。对对对！哎，到终点，到终点！哦，终于骑完了，第一次领这种有证书的比赛 ，Yes， 挑战成功，算是不负众望啊，不负众望。关门时间我也不知道到底多少，刚刚，但是你回来的时间是11:30，反正拱门还有人，代表你还有拿到完赛证明，对，就没有被关门了。是的。OK， 那你刚骑到后面抽筋之后呢？因为我中间要赶快回来上班，所以我就先回来了。你抽筋之后怎么样？中间是我们的拍摄伙伴。就是帮忙我去买很多的运动饮料，然后还帮你买，然后吃一点稍微咸的白辣干，还有白辣干，再补充一下。然后看我骑那么快，对，抱歉抱歉，我骑那么快，然后后面我都没有停休息站，我一直想说完蛋了，我要来不及，我要来不及，一直冲一冲一冲。你还给我吃白辣干啊？就是要补充点盐分啊。不用，我抽爆哎、欸。啊，你后来又继续抽筋吗？其实我抽到回来全不是抽到回来，骑回来的全程几乎都是用抽筋的。屁啦，隐隐作痛哎，那我们可以边抽筋边骑车啊，太无赖了。我们伙伴有时候帮按摩一下啊。哦，对啊，那个照那个画面看起来，我觉得你是有点技术性啊，明明就没有抽那么严重，没有没有，抽筋是肌肉会肿起来，然后你还让边按边叫，我感觉你是需要按摩而已。没有，是我真的是有摄影师在拍我，但不能脸太晒嘛。不想听解释了，那你觉得这整段路线当中，你有没有哪里最印象深刻？你觉得爬坡跟平路比起来，你比较喜欢哪一段？当然是平路啊！可是平路后面都没有人呢、欸。平路硬追啊！啊，你有跟到集团或什么吗？其实也不算有，就是很多集团超我。所以你是被超过，但你都自己骑，没有人帮你破风。没有。哇，那你后面真的很行，因为我后来后面的时候，虽然我是自己骑，可是我刚好跟到几个集团，他们时速都大概拉到40左右，我就跟他们轮车回来，甚至我到最后终点还跟车友在那边冲线，蛮爽的。所以我最后骑的成绩大概是4.5小时，因为前面等你太久了啦，足足多一个小时嘛。对啊，其他人都骑3个多小时而已，我跟你只有差一个小时。今天算是也是有达成蓝盾骑士的精神啊，永不放弃，坚持到底。因为其实我一直觉得你中间应该会放弃，我没有放弃。那时候骑一骑，我就觉得。一直想推你，然后你又跟我说不用推不用推，可是你又一直抽筋就骑不动。导演跟那个机车驾驶一直用急降法说啊，早就猜得到你一定骑不完啦，不用在那边坚持。而且我回到终点的时候，大家说啊，冯迪准，冯迪准，我说他还在等，他还在等，然后一堆人给我拍照，我说抱歉，让我先终点等你。而且心理压力最大其实是整条路上
看到你大家都认得，忘记说那么久，你那越骑越慢，还被吹过。那我们这一集算是挑战成功，这个车表就属于你的，好不好？谢谢，送给你啦。谢谢。那接下来减肥计划也直接开始了，接下来除了骑车之外，还会有跑步，甚至可能去爬山、脚踏车各种运动。希望你这个肥度会越来越小了。100天之后，希望可以挑战成功。好了，我们今天没有结束哦。我是你家杨哲瑞，我是天母光力硕，我们下一集里面见啦，拜拜，拜拜。今天第一次骑百 K 的心得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很不错啊。真的吗？很舒服欸。可是我比你平常在骑台北的路线应该清明很多吧？对，因为它山路其实没有很陡，而且就是上环上环下、啊，而且都骑风柜嘴，那个坡度跟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等级。不一样欸，我骑起来我觉得哦好开心、哦。这个平均大概都4%到5%。对，而且就是上完一段就直接下，而且下到很长。很爽，好开心哦！但是重点就是距离长啊，如果你比较早骑，距离长可能到后段会有点抽筋的状况。还好，因为我没有就一直都维持匀速，没有就是冲太快。那接下来还会想要，就明年还会想来吗？还想要骑什么路？因为我第一次骑自行车比赛，我觉得很好玩，我就开始几乎每年都有想要来参加一些不一样的赛事。对啊，接下来有设定什么目标吗？我当然想当武定啦。啊？什么？我没有问你，自己都说出这种可怕的东西。像一轮他们是6月，6月我觉得我还不行，我想说再练。那我们约个那个一下。好，我们约个7、8月好了。7、8月有差吗？这有差。多一两个月可以练了、啊。好，我回去看一下。我们7月底好像有一团要去武岭。有那个吗？我们是有。同你走吗？对，我们就跟学生一起。搞不好可以，我回去问一下。好啊、如果你时间可以，就一起来。好啊。因为那个应该比较清楚。就不会像赛事这么可怕，因为赛事大家很快，然后我觉得强度比较恐怖。嗯，对、啊，那个就是轻松骑，没错，想上车就上车。所以接下来有机会可以看到我跟柯柯一起去挑战武岭，有机会啊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好，谢谢柯柯，拜拜。第一组，我前面一个月都，我第一组，你前面一个月怎样？都没有练，还敢讲？每次我要约他骑车，他就说：“哎、欸，下雨，我们下一次好了，下一次，下一次。”然后他到比赛前说：“好，不然就直接上了，不然怎么办？”而且我跑出来很多树木要，对呀，这边怪工作，这边怪工作。说那个铁人啊、跑者啊、车友都是防水的，没错，沒有什麼下雨，反正流汗的都一样啦，我不防水、啊，防水啦，可以啊，相信自己就是防水。下一场就是。